哎，我们是国防部的越仪队，我们就有计划说想利用我们自己的假期，然后来跟这些小朋友有一些交流，这样子。我们就准备了一些简单的团康，然后还有一些唱一些他们这边小朋友耳熟能详的一些歌曲。乐器的介绍，让他们能够试着玩玩看吹吹看这些乐器，管乐器。然后再来，还有我们还有准备一些简单的舞蹈，台湾原住民的那个舞蹈来跟他们一起跳舞，这样子。虽然有些家庭背景不是很好，可是在这边看得出来他们是很幸福，是很快乐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。这边小朋友只要有好的教育资源，其实他们是学得很好。